孟子义张邯互怼一场。韩哥下次不来了，啊？因为他有任务，有演出任务，所以他就走了。那个演出任务不能请假。想送别他一下。那个鸡蛋是我就是和他认识的时候做的第一个菜嘛，就是鸡蛋。跟小赖、子玉还有周宇，谁给你的印象最深刻？肯定是孟姐啊。来听听这对好朋友对彼此的初印象。你仨挺会选地儿啊，选了一个这么一个世外桃源。当然了，因为我们想选一个配得上你的地方。你看这片鱼塘，大家也都很熟了，有没有觉得就是熟了以后和刚认识有什么不一样？你之前是不是录综艺就是脾气不太好？你以为他现在脾气好了吗？周老师，周老师，未来本来，我现在开始说你了。来，你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慢热，就你的脸和你的性格看起来，我会觉得你的脸看起来更慢热。嗯。然后呢？但是我是应该去整一下吗？你说吧，孟姐，动哪儿？我觉得应该是要动。整个脸换头，你的意思是没有了没有了，无力压制。你要扇我是不是？哎，有个蚊子。我跟高露迪很早就认识了啊。真的？我跟他在一个空间展过。那你们 battle 过吗？怎么叫 battle？ 就是比谁的更厉害。高露的厉害，没有，其实不太一样，就是他使用的媒介跟我使用的媒介不太一样。没关系，我讲话的时候不用太认真。你不用认真回答他的问题。你不用认真回答他的问题。哇，好看啊！好看呀！完了，直接给孟姐比下去了。这不应该说，这不应该说比下去，秒杀，秒杀。吊打，因为一定要选一个告别的东西，所以我带的是空气。我还以为你想死呢，孟姐。空气都告别了。对呀，哇，孟姐，真有你的。啊，两个人坐那画。哦，背对背画画。背对背画画，画彼此。嗯。哎，我们可以试一下吗？你给我善良点啊。你俩都挺不友善的。我画完你了，汉哥。等会儿啊！你看，等会儿，等一下，你是有什么大病吧？你给我画成这样，你是不是有了什么大病？我头上就三根头发是吗？谁也别笑谁。大家看孟姐的眼神。孟姐的眼神。孟姐的眼神。哎呦，我自己觉得很好笑，我就觉得我的戏怎么这么多。孟姐小表情挺有戏啊。孟姐那一下是真的是孟姐。我发现还得看节目啊。孟姐，我攒了。孟姐真的是，你看看背后多有戏。哎，不是去告状就是在偷笑。我没有。这点小心思啊，永远要让别人看出来。我没有。快跑！当孟姐唱歌的时候。再宽再远，只要你牵就很安全。挺够的。很过分，为什么？别笑了，我要唱歌。哎，你们学校生态型表不错呀、啊。太狠了，来自中戏的嘲笑。每一天之光哦，美貌 number one。刚好悠悠村庄，炊烟袅袅香。说实话，你觉得我和小野谁唱的更难听？你自己心里没说。自己心里没说。谁唱的更难听？也不是难听，就是挺幽默。挺幽默。给我放点歌呀！给孟姐录下来。刚好悠悠村庄，炊烟袅袅。修音师听了都皱眉。
伴奏都给你掐了。屋檐下面对着风歌唱。意思就是这样来。好，继续啊，继续间奏。哦，唱两段呀。对，是的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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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鬼脸来，鬼脸是最丑的，对啊，最丑丑的。梦洁，你要真丑，对，你这个不丑。那你这么丑，我看你有多丑，你给我丑一个，我看看。啊？你丑一个，你教我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你这样，我跟你说怎么这样。什么？猴剔牙，哎，来来来，加油，来来来。当孟姐当领导的时候，干嘛？上班了，不还有九分钟吗？怎么早点到了啦？你怎么能进男生宿舍呢？啊、我是屋长啊，屋长就可以进男生宿舍吗？哎、快点，快点开会，开会，别迟到，走走走走走，快点啊，别迟到了。来，第四天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叫做旧物改造车大赛，首先会有专业的团队来帮我们去改造那些。那个，这我感觉他不尊重你，屋长。说一下你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说一下你代表作吧，要不？我的代表作是旧车改造。好，这一趴一定要好好表现哦。好、啊。对，然后而且这个，张翰同学站起来。有对，谁不好好听，诸葛让咱站起来。你为什么上课捣乱呢，这位同学？不，我觉得那屋长如果不理解的话，我可以帮你念。张总真是太嚣张。子夜，魏姐姐终回一轮。好。孟姐，我需要让着你吗？不需要，请。我要站这面。哎，你看孟姐玩的游戏还小小度。对。好好，来，三二一，走。他上手段，哎呦，哇，手段没用，手段没用。孟姐掰回一局，大喊输了。张总的胜负欲上线，到我眼睛里面了。哦，等我要撕他。Oh my, oh my, 他们要打架了。我一线就都要掉出来了，他也撕我的脸。你说死的啊！子涵哥，你让我吃你两下子。好了好了，够了。啊！今日互怼到此结束，感谢您的收看。互怼归互怼，饭还是要做的。黑了，吃吧。可以吗？这么快？自己说真不错啊。很不错吧？这肠本身就不错了。那我也炒了鸡蛋，炒的多嫩呀，外酥里嫩，挺好的。那当然，真棒。那当然，你摆好了吧，敏？成功了！哇，我真的是，你就没见过煮的这么好的米饭好吗？行，给电饭锅一点掌声。吃饭了，麒麟。哎，姐姐，你怎么来的这么是时候？我刚做完饭。就是不是你家就一道菜啊？够丰盛的啊，这晚餐、啊。当然了。散了。关键时刻还是得看孟姐。孟姐太……你们还知道吃饭找我呀？因为让你干活，所以不开心了。没有啊，没有人理我。真的吗？那小兰，你自我检讨一下，今天对不起，为什么没理孟姐、啊？确实不太对，我应该跟孟姐一块儿去看那个冰箱，不应该自己去。我也反省一下。你反省什么了？
张总，你也有今天。